8月24号，华晨宇在线剪头发的视频在网上曝光。最近很多人觉得我头发有点长，所以决定今天剪头发。视频中，华晨宇变身 Tony 老师，身穿简单灰 T， 笑容干净，在线展示给自己剪头发的技能。结果忙活了半天，只剪了一根头发。这样皮的花花也是很可爱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花花。最近很多人觉得我的头发有点长，所以我决定今天剪头发。等一下啊。剪完了，拜拜。芒果拉新闻，大家 get 到花花这种剪发技能了吗？不倒。